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伟玲，欢迎收看今日《惠灵新闻》。为了美化绿色环境，打造地方特色，促进观光产业发展，惠灵县政府特别举办高溪地区绿色营造计划设计沙龙，邀请到多位知名设计师以及绿色业者共同媒合。官府将补助50%修缮工程费用，相关300万，希望会当做出吸引较侪绿色业者加入，提升高溪乡整体观光产业成绩。高溪乡有着丰富资源景观，近年来惠灵县政府也积极推动当地观光发展，为着吸引着更加侪游客来到惠灵，并住伫惠灵，惠灵县政府即摆特别联合着惠灵科技大学设计团队以及绿色业者，举办着高溪地区绿色营造计划。透过我们云科大团队张主任的一个号召，今天有这么多位的我们的设计大师来到云林县，来到我们云林县政府跟所有的这些观光业者，包括我们旅宿业者，包括饭店还有民宿业者大家来做沟通跟交流，那希望他要把这个饭店把这个民宿呢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这间惠灵县政府又邀请到多位知名设计师和绿色业者来共同配合，将由惠灵县政府来补助50%的修缮工程费用，每间上悬300万。这些业者拢表示感谢惠灵县政府这摆帮忙，会当共同来提升惠灵的整体观光品质。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县长有这么好的媒合给我们的旅宿业者这样子可以发挥我们的共同空间跟设计师一对一的这样子的沟通。在我们在规划，在我们在，因为我们都是民宿业者，也是在地的嘛，可能一些建设建筑设计理念不够，今天非常高兴县委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谢谢我们的县长。惠灵县建设处表示，目前在第一阶段已经有3间饭店以及9间民宿业者来加入，希望在未来呈现成果了后，会当吸引到更加侪旅宿业者来加入，共同提升高溪整体观光产业大环境。利用这样子一个机会，能够把大家找来共聚一堂，那借由你们可以参考他们的一个实际上面的作品，那可以借由跟他们面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来确认说你们要改善的这些项目内容的话，是不是符合你们的一个想法了？目前的报名的话，目前只有第一阶段，目前有13家，那么后续还会再接受后续相关的旅馆业跟民宿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报名申请。记得透过一摆帮助业者改善环境，会当为惠灵的旅社注入新的活力，吸引到更加侪观光游客前来佚佗以及住咧惠灵，同时带动高溪整体观光产业的升级。记者江怡强报道。